无论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，还是美国内甚嚣尘上的反亚裔言行，都是美国内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的体现，都反映出美国内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6%。过去一年当中，有1/4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歧视和欺凌的目标。这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，已经引起多个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。美方应该深刻反思，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国内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，维护保障包括亚裔群体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，让他们远离暴力和恐惧，享受应有的平等权利。